响。高龄95岁皇族阿嬷在儿子陪同下来到屏东庙宇拜拜，本身是超级赖粉的她，要帮准总统赖清德祈求平安符，希望在520就职后国政能顺遂，风调雨顺。好，做总统怪辛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多谢你，希望会当看到赖总统林太太啦，安尼啦。说起阿嬷跟赖清德渊源，早在去年总统大选前，得知赖清德竞选车队将经过家门口，阿嬷一早梳妆打扮，门前等了一整天，就为了看赖清德一眼。而赖清德顺利当选，也特地南下跟阿嬷相见欢。赖清德亲自拜访，让阿嬷好感动。520总统就职典礼即将到来，阿嬷也被受邀前往观礼。阿嬷，你即阵咱也要去台北，要看到总统就职，阿你有欢喜无？来关心表达他对赖赏的支持。心疼妈妈年事已高，阿嬷的儿子拜拜祈求神明保佑台北观礼能平安顺利。身为赖清德的超级铁粉，阿嬷之脚亲自求得平安符，希望能有机会北上观礼，把平安符拿给心目中最爱的偶像赖清德，恭贺就职。三重朱俊杰、洪淑珠，屏东。